我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、，f(x) 这个多项式哈、哦，除以这个哈、哦，余值是它，除以这个余值是这个，除以这个余值是这个。那么他们说下列叙述哪个是真的？我现在求 a、b、c 啊，啊怎么求？我们用那个除法原理 ，f(x) 哈、哦，我现在除以这个多项式，假设上次是 q1 x。好，那 x 减 a，x 减 b 啊，它加余式嘛，就是这个，这是负的 38x 加上29，好，那我现在呢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上次假设叫 q2， 好，这是 x 减 a，x 减 c， 那余式的话是这个 ，82x 减掉91啊。好，那我现在来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上次是 q3 x 减 b 啊 x 减 c 加余是 10x 加上125，好，现在的话我要求 ABC 的话怎么求，我现在的话哈，这两个式子呢都给它带 a， 这个带 a 就等于你剩下这个，这个带 a 的话也等于你剩下这个，所以就得到哈，得到这个带 a 的话，这两个相等，也就是说负三十八 a 加二十九哈，等于八十二 a 减掉呢九十一啊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把 a 给算出来。好，另外的话，我要带 b， 这带 b 这个等于零啊，我剩下这个负三十八 b 加二十九。它会等于多少？这个代 b 也等于零，就十 b 加上一百二十五，再给它代 c， 代 c 这个等于零，这里等于零了，这里剩下八十二 c 减九十一，等于多少？这里代 c 这里也等于零，剩下这个十 c 加一百二十五，那这样我 a b c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，这个的话移过来。八十二加三十八，一百二十，一百二十 a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九十一加二十九，也是一百二十，所以 a 就等于一啊。这样看 b 的部分 ，b 的部分好，这移过来，这四十八，四十八 b 啊，等于多少呢？这把移过去，二十九哈，二十九减掉一百二十五。二十九减掉一百二十五，等于负的九十六，负的九十六。那 b 应该多少 ？b 应该负二。这样看 c 呢 ？c 的部分是移过去，七十二 c 啊，等于多少？一百二十五加九十一，一百二十五加九十一啊，两百一十六。啊，是刚好是三了。c 的话等于三的，哦，这是 a、b、c。好，那所以哈、哦，这个 a 是对的，哦 ，a 选项他说 a 等于一，这个对的。然后 b 他说等于二不对了 ，b 应该是负二。那 c 选项的话 ，c 等于三这个是对的，好 ，c 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看呢 ，d 选项 ，d 选项的话他说哈、哦，x 哈、哦、除以多少呢？除以这个 x 减 a、x 减 b、x 减 c 哈，余式是多少？好，那现在我晓得 a、b、c 的话是等一负二三的，所以这个叫 q 四，它乘以多少？乘以的是x 啊减一 ，x 加二，那 x 呢减三呢？好，然后呢现在哈，我给它加多少？加的，因为这里除以三次嘛，所以的话，它那个，这次数的话一定低于三，所以是两次，那两次我就可以设它等于多少？设它等于这个 a 哈 ，x 呢加二，啊，然后 x 呢减三，啊，这是 a 减 b、a 减 c 嘛，那你在 s 减 b、a 减 c 的话，于是呢是这个。所以后面加多少呢？负三十八 x 加二十九，
哦，就是说我多项式外除以什么呢？除以这个多项式，除以这个多项式已经怎么除了？哦，这个多项式，这个多项式，它于是是这个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我现在求 a 啊，那 a 怎么求呢？我现在就给它带什么？带一。我给它带一的话，就等于带 a 啊。哦，没有，这带一的话，我刚刚讲错了。这个是 x 减 b x 减 c， 是让我是带这个 x 减 b x 减 c， 所以这里应该是十 x 加一百二十，可以写错。哦，因为 b 是负二嘛，哦 b 跟 c 啊，所以这应该是加十 x 加上一百二十。哦，就是说整个多项式嘛，我除以这个多项式，这个整除了，所以于是是它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带多少呢？带一啊，我要带一，带一的话等于是带 a 啊，因为 a 等于一嘛，我给它带一，带一下去的话，这个就没了，就得到了 f 一哈，等于多少 ？f 一的话是等于，这带一的话多少？3乘以多少呢？带一负二嘛，所以是负六 a 加上多少？ 135。哦，这十一百三十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带一下去，这里带一嘛，带一下去的话，这个就没了，或是带这个也可以，带一下去这个等于负的三十八乘以一，那再加多少？二十九。好，那这样 a 我都可以算出来，这样的话我六 a 哈。就等于多少呢？一百三十五加三十八减二十九，一百三十五了啊，加三十八，啊减掉二十九，一百四十四。哦，不过这个 a 跟那个 a 不一样啊，一百四十四，那给它除以掉。二十四，也就 a 哈是等于二十四，所以的话我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哈这个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 q 四 x 哈 x 减一 x 加二 x 减三，哦，就这个多项式哈，我除以这个多项式，它于是是这个。哦，啊，再加多少？加于是，于是二十四，二十四哈 ，x 加二 ，x 减三，然后加上十 x， 加上一百二十，然后你把它展开以后的话，哈，就知道这个于是多少。那这个于是呢，是一个二十四，它首项系数呢是二十四的。那它这里的话，哈，它是问说，哈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它是说这个会不会等于二十四 x 平方减十四 x 减十九？就我把它展开来的话，会。这个的话，我看哈，这个展开来的话，二十四哈 ，x 平方减 x 嘛哈，啊减六，减六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二十四 x 平方减二十四 x， 啊再减掉。二十四乘以六，一百四十四，然后我再把它加什么？加十 x， 加一百二十五，我加上十 x， 加上一百二十五，所以这一次等于多少？这个一次就等于多少呢？哦，就是说，就是，就这个一次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一次就等于二十四 s 平方哈减十四 x， 那减了多少？一百四十四减掉一百二十五，减十九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好，所以 D 这个答案是对的。那 D 这个答案是对的话，那 E 那个答案就不对了。哦 ，E 的话也是问说这个一次多少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、C、D。